其实两个外号都挺喜欢的吧，不过还是比较喜欢大条这个外号，因为这个外号是从小家里人从小叫到大的。其实我天赋也是不好，我也是算后天练起来的，就是你必须每天去健身房练力量嘛，然后主要练也是要练大三项，卧推、深蹲跟硬拉，这三项主要帮你长力量，很长力量。优点应该是对抗比较好，缺点的话应该是移动速度比较慢。我现在就在上海一个俱乐部叫 Kings 篮球俱乐部，然后毕业完应该还是继续在那边打球，在上海。最大的目标就是想拿到全国冠军嘛，在为学校拿到一个冠军，拿到10冠嘛。